杜总，杜总，什么大事啊？看得这么起劲啊？哦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你怎么还在这儿？中北都不是有饭局吗？就要去了，你还是不出马？老规矩啊，又不是接待老外，我去干什么？有你这副总就行了。哎呀，台北商场啊，像你这种不上酒家不泡舞厅的男人呐，快绝种了。你老婆是前世修来的。披萨，说一遍，披萨，披萨，披萨。哎，对，想吃披萨，何必那么麻烦呢？满街都是，去买现成的就好了。怎么，你不爱吃我烤的披萨？啊，当然爱吃了，只是怕你太麻烦。这还差不多，我马上就好啊。好。守平，哦，你过来一下。啊，哦，好了，可以吃了。嗯，好香啊。他是我妈妈，谁是我爸爸？老朱啊，上次将那个房地产生意谈怎么样？哎，托你的福啊，都谈成了。哦，哎，我讲过不要冰块的啊。哦，对不起。哎，少爷，我叫的宵夜怎么到现在还没送来？洪大哥，怎么回事啊？还不快点？对不起，马上来。来，不要生气。哎，快点啊！敬你一杯嘛，来嘛。小琴，嗯，刚刚怎么回事？对不起，经理，是我疏忽了。我们这里给的薪水比别家高，人家一万二，我们一万五，小费一个月分下来也好几千块。相对的，服务的品质要求也比较高。如果你做不好的话，别人随时可以取代你。小琴，挨骂了？你今天怎么了？冰块也没加好，客人跟你要的东西你也没送。你从来不会这样子的，你是不是生病了？啊？小姐，欢迎你加入我们黎明小组，现在就行动。这么晚了，去哪行动啊？独断呢？在那边看报呢。他不是叫段红吗？为什么叫他独断呢？你才来不久，可能不太清楚。他跑社会新闻啊，常常有独家哦，所以我们就封他个外号，叫独家段。叫久了，干脆叫独断。哦。还有啊，他快成了我们那个朱老板的城中快婿了。看他跟小朱两个眉来眼去，朝夕相对，真羡慕死人了。
我先走了。好，拜拜。拜。嗨，你是羡慕还是嫉妒？他是我妈妈，谁是我爸爸？1967年12月某夜，叶姓女子因酒醉街头，在无意识状态下被某不知名男子扶往饭店休息，事后发现怀孕，生下一子，为孩子寻找爸爸。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。请问叶小姐在吗？叶小姐啊，请问哪里找？是妇女会叫我来的。请你等一下，总经理，有人来了，妇女会的，请带她上来。请跟我来。啊，谢谢啊。你是叶小姐吗？不是，我姓胡，请坐。谢谢。胡小姐，那叶小姐她……哦，她是我好朋友。哦，你就是12年前、不是，你千万不要误会，我忘了介绍我自己了，这是我的名片。台北日报记者。那件事，中国新闻报已经登过了吗？是啊，是啊，可是只登那么一小段，很多人一不注意就看不到了。那你有什么指教？请你帮我约叶小姐出来见个面，谈一谈，这样子我就可以做更扩大更详尽的报道。她怎么可能会见你，段先生？你想想也知道，你还是请回吧。那不打搅了。
我找叶小姐。先贵姓？我姓秦。请稍等。总经理，一位秦先生找你。请到他的餐厅来。请跟我来。好。So, when do you think we can sign the contract? Oh, anytime. 先请坐。谢谢。Don't you think the fashion show today is really great?Yeah, of course. It's very great. I like the show very much. I'd like to make another show next year in Taipei, then. I think it's over. Okay? Okay.你不是叶小姐吧？我姓胡，她是我朋友。我叫秦伟光，我是以最大诚意来的。昨天看到报，我今天就来了。我做的事情，我愿意负责。请你让我见一见他嘛。你别急嘛。Okay, let's go. 他总不方便跟别人面对面谈这件事。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事情的经过？大概十几年以前，就是。1967年12月。等一下，你记得是十二月的哪天吗？12月16号。为什么你对日子记得那么清楚？都十几年了。因为那一年我们家发生了很悲惨的事情。爸，你怎么样？爸。爸怎么样了？医生说你爸腿要锯掉。啊，锯腿啊？一定要锯吗？他的右脚已经坏死了，再拖下去细菌往上蔓延，到时候连命都保不住了。那什么时候动手术？就是后天，12月16号。12月16号。后来呢？后来爸爸还是把腿锯掉。那天深夜，当我走出医院，小姐，你怎么了？怎么？没有。累赘啊。哦，原来是喝了酒了。小姐，你这样多危险，我送你回家好不好？我不要回家，你走开。哎，小姐，你这样碰到坏人怎么办呢？你不要管我吗？我还是送你回家比较好。我不要吗？ Taxi! Taxi! 你不要回家。哎，你家在哪里啊？我哪有家？来，上车吧。不要吗？鬼才要回家。不要走，你到哪儿去？我该走了。不要走。
你为什么要走？你为什么要离开我？你们为什么都要离开我？为什么要抛下我一个人？我要回家。你为什么有家可以回？为什么我就没有？你不要像别人那样离开我。不要走，你不要走，我不要一个人，我恨透一个人，我怕，佩佩，我不要离开我，我。是他那种无助，在我自己刚经过冲击，情感比较脆弱的时候，特别容易打动我。也许是那股独特的幽香，在我闻久了医院刺鼻的药味之后，特别令我身心俱醉。不瞒您说，那是我的第一次。很美，很完美，让我原来受挫的情绪完全疏解。这十几年来，我对这件事情，对他，一直忘不了，尤其记得他那种特殊的芳香。大概一两年前吧，我从一个新来女同事那里闻到同样这种香味，马上唤起我的记忆。问了她，我才知道是一种法国香水。是什么牌子的香水？这个我暂时保留，等我见到叶小姐的时候再当面揭晓，好吗？秦先生，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件事？我要跟她结婚。结婚？你太一厢情愿了吧。为什么？你这么有把握人家会同意，在你做了这样的事之后，你不觉得你有点趁人之危吗？不是这样的。如果我是这种人，我就不会来了。胡小姐，请你让我见见他嘛。见了又怎么样？我要当面告诉他，那天早晨当我醒来发现他已经消失了，那种恐慌的空空的感觉，人海茫茫，我不晓得要去哪儿找他。我要当面告诉他，这十几年来他一直都在我眼前，
在我心中，请你让我马上见他。嗯，好吧，你先留个电话。好。先生，对呢。哦，谢谢。梅丽，有件事麻烦你。好啊。这是你以前写给我的，你知道怎么念吗？我哪知道，我也是照抄下来的啊。你要干嘛？怎么？那我回去问问隔壁的房客，他是个大学生，我想他也许懂得法文。累了？还好。哎，我们又有多久没见面了？天天坐我对面，还有什么多久没见？那不一样啊，工作场合不算。要不是刚刚记者会结束的晚，我早就走掉了。要约我，干嘛不先打电话？我是故意不打，给你一个惊喜。你少来。就是要亲自压着你来，免得你又迟到。我常迟到，就是要你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啊。你下午有空吗？干嘛？天气真好，我们去滨海公路兜兜风好吗？改天好不好？前几天啊，迪报有条新闻，我想去追踪一下。这条新闻啊，还真有意思。先生，要送人的吗？哎，这是巴黎最名贵的牌子，送给女朋友，她一定会喜欢。多少钱啊？不贵，12800。太贵了。这是名牌耶，划得来的。啊，居然有这样的事！我不懂那个女的为什么现在才想到替小孩找父亲。你刚刚说那件事是发生在67年12月。今年是79年了，叫我回想67年12月我在做什么，我一点印象都没有。真的，67年12月倒发生一件很重大的事，中美断交。这件事你没印象吗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那个时候我还在学校，不过我不会去记得中美断交是哪一年哪一月。我觉得你在报道也没有用。嗯，怎么说？我不相信做了这件事的人敢出面承认。这不是一件很美的事，是有附带的责任要担当的。您还记得发生事情的日期吗？我详细的日期很抱歉，我也记不清楚了。那你怎么会认为是你自己？我确定是67年圣诞节以前的事。哦，你有什么特殊的理由？那年圣诞节，我本来打算跟慧琳，也就是我太太订婚的，然后赶在旧历年以前结婚。因为第二年是孤兰年，按照本省的习俗是不适合结婚的。可是
桂林，嗯，我先走了，我去机场接客户。然后呢？嗯，请他吃饭呢，都这个时候了吗？会不会去酒家或者舞厅啊？不会啦，老外是不喜欢这套的。那我先走了，嗯，拜拜。哎，守平，嗯，外面天气那么冷，你不带件风衣啊？哦，好。走了。喂，福茂公司，你好。朱经理还在吧？啊，对不起，他已经走了耶。糟了，我把地址丢了，怎么去啊？您是哪里呀？什么地址？哎，我是林家老蔡，你是那位秘书小姐是不是？是的，我姓李。哎，你知不知道杜经理他们今天晚上去的那个……哎呀，那种地方你不会知道的了。杜经理不是到机场去接老外了吗？你搞错了，哪有什么老外啊？今天晚上的应酬都是工厂的，现在是6点钟。蔡先生。你刚说他们去哪一家？我看看我能不能帮你查一查。是宁乡，你知道吗？宁乡？抱歉，没听说过。哎呀，我就说吧，那种地下酒家，你们小姐怎么会知道呢？地下酒家？为什么要叫地下呢？哎，还不就是那一套吗？我一陪酒嘛。啊，算了，我自己想办法了。谢谢你啊。我真的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，那些应酬这是身不由己。我本来想拖到过年，领完年终奖金再走，可是我没有办法再跟你分手，以后还要面对全公司的人。我求求你不要这个样子，不要为了一次的事就否定了我的一切。我是很求全的，我没有办法忍受这种污点。我保证以后绝不再去那种地方应酬，好不好？我快有自己的公司了，以后这些事情都好控制。你不应该骗我，我对你已经没有信心了。种在校园中，希望花开早。哎，小姐，你过去这边坐好吗？这里我整理一下。啊，浪花雪地染，拥抱又一个。转眼秋天到，依然如暖房，朝朝平谷西，夜夜不相忘。待春花开，能叫书院长，满庭花处处添的许多香。小姐，你的酒。嗯。如果你是朝露。你不是要问小姐贵姓吧？不要问这个无聊的话题。我是说，你一个人来的。这有什么稀奇？你不也是一个人来的吗？我不同啊。你是女孩子吗？女孩子怎么样？女孩子就不能一个人来 pub？这就是你的道德标准，这就是我们这个社会。伟大的规范。好，我说不过你。但是你还是好奇，对不对？
我一个良家妇女怎么会你有你的理由，一个人在这儿喝酒，我也有我的。可不可以说说看你有什么理由？有什么不可以？我的理由是我高兴，我心情好，我要庆祝庆祝。什么大事值得庆祝的？我要升主管了。还不庆祝啊？恭喜我。恭喜。啊，你在买高酒啊？你看呢，我像做什么的？女职员。女秘书。还是在你们男人眼中，女孩子就只能做这些工作吗？再来一杯。升主管，可惜不是我，永远都不会是我。你知道他们升了谁吗？一个学历、条件、资历都比我差的家伙。唯一的理由是，他是个男的。我去抗争过，老板说本公司从来不用女性主管。哼，这个社会公平吗？你们对我公平吗？你要走了？对，该来的时候就来，该走的时候就走。不要，你有你的，我有我的方向。拜。怎么也在这儿？其实我也不是存心的，我也许我实在受不了慧玲冤枉我，反正她也不要我了，我无牵无挂，不必再对什么人负责任。更何况当时我自己也喝多了。对不起。喂，台北日报记者来电话说马上到。让他来吧。台北日报记者要来，这不太好吧？那我先走了，明天再来啊。不错吧？有反应了？什么？刚刚走的那位先生
是看到报纸来的吧？哦，不是，他是我朋友。你太敏感了吧？那这两天有没有人来过呢？到今天为止还没人来过。没关系，我说过我可以在我们报上继续报道。嗯，但是需要你提供我详细的资料。也好，到那边坐。嗯。你希望知道哪方面的？有没有叶小姐照片？你想干什么？你别误会，没经过你们同意我是不会登出来的。我只是想看过照片有个印象，我好详细的报道啊。抱歉，我没有。那就算了，谢谢。有关事情发生的日期是在67年12月的哪一天呢？这点重要吗？嗯，这样讲好了，每年的12月都有个大日子，就是圣诞节，而67年12月又发生一件大事情，中美断交。如果有个明确的日子，比较容易唤起人们的记忆，或是促成他们的联想。你一定要知道也没关系，12月16号。哦，那么事情发生的地点，我是说在哪家饭店？叶小姐也不太清楚。第二天早上她走出饭店的时候还不十分清醒，叫了计程车就回家了。哦，孩子的血型是哪一型？这恐怕没什么用，因为孩子的血型跟母亲同样是 B 型，所以父亲是任何一种血型都有可能。那么叶小姐为什么到现在都11年了才想着为孩子寻找父亲呢？这小孩本来一直在国外，他最近来信说暑假回来。你问起他爸爸，以前他年纪小，现在都快懂事，我朋友觉得也该给他一个交代。另外我想再请教一点，叶小姐为什么选择把孩子生下来呢？因为这干嘛？我是说这种情形一般人都会去堕胎什么的。也许他体质关系，也许他发现太晚，有很多种的可能嘛，反正就生下来了。段先生，你不觉得你问的太多了吗？抱歉，接个电话。请便。喂，边正组，哎，我段红啊。什么？又有抢案？好好好，我马上过去。胡小姐，紧急状况，我要赶过去，我明天再来啊。你又要截肢啊？恐怕不行。照我们店里的规矩啊，你上一次借的已经超过额度了啊。小琴，怎么了？美丽，算了。怎么了嘛？没事。你一定有什么事情，你说啊。我问你，你上回那个香水在哪里买的？多少钱啊？是客人送的，那么贵，谁买得起啊？哎，你最近老是香水香水的，你要送给谁呀？哎，你交女朋友啦？我要结婚了。啊、嗯。先生，您的钱。算小费了，不用找了、啊、谢谢，我们走吧。小费100。
美国大使馆。你跟你太太讲了吗？没有。你打算什么时候跟她讲？让我看看孩子好吗？等你跟你太太讲了之后，我自会有安排。可是万一不是的话，恐怕不大好吧。我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才重新建立起她对我的信任。杜先生，当年你做这件事的时候，怎么没想到会有今天？昨天我已经跟你说过我当时的心情。你被女朋友冤枉了，吹了，你竟以为有权对一个无辜的毫无意识的女孩做这种事吗？你真的相信那是你理直气壮的理由，还是只不过是一种推脱之词，一个自欺欺人的借口？至少先让我看看照片，可以吗？是有点像我呀，真没想到，我以为我这辈子注定没有儿子了。怎么会呢？我太太两次怀男儿都流产，第二次没处理好，医生告诉我她不能再生育了。原来杜先生你这么重男轻女。无论如何我都要认养我的儿子。这是法律上认养，你不能把他接回家抚养吗？我巴不得我能，可是你总不能叫我放弃我现有的一切吧？当然当然，杜先生有事业，有地位，有美满的婚姻，有幸福的家庭，怎么可以不继续扮演成功者的角色，维护完美的形象呢？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负责他们母子将来的生活。我的经济能力还不错。哼，杜先生，如果这个小孩是女的呢？我小段，麻烦你帮我查一个车号135295的车主姓名跟地址好吧？哎，对对对，谢谢啊。总经理，这位先生他……请问你是哪位？杜总经理，我是台北日报记者，我在胡小姐店门口见过你。段红，啊，你出去一下。是，请坐。请问有什么指教？我想你知道我的来意，我只是想了解一下你跟叶小姐之间的事情。什么叶小姐？我不知道。至于我到胡小姐，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怎么找到这儿的？难道胡小姐告诉你什么了吗？不然我怎么会找到这儿呢？这个女人真是的，答应我保密的。现在可不可以谈谈这件事了呢？没什么好谈的，你们记者爱怎么写随你们怎么写好了。杜先生，你先不要有敌意，我来的目的啊正好跟你想的相反，我绝不会挖你的隐私登在报上渲染。我本来想在我们报上报道叶小姐为孩子寻找父亲的事，如果已经找到的话，我想把这件事情告个段落吧。是这样的，
那么你想知道什么吗？你确定是孩子的父亲吗？我想应该是的。怎么确定？时间很吻合，而且照片里的孩子的确是很像我。时间是1967年12月的哪一天呢？详细的日子我也记不清楚了，不过我相信应该是在12月，圣诞节以前。那天街上的情形又怎么样呢？有点圣诞节的气氛吧。难道没什么其他特殊情况吗？你再想想看。哦，街上好像有人竞选立委，很乱。既然先生你这么喜欢这瓶香水，算你12000好了。还是太贵了。这样吧，再少你500块，算提莫吉。我钱不够。你可以先付定金啊。我就只有这一瓶了，这种牌子很好销的，你过几天再来啊，可能就没有了。这是3000块钱定金，其余的我明天自知后天来付。来喝，还有喝的音啊，喝，来喝，来喝，动就动，先找钱，不用找了，好，谢谢啊。没你的事儿。小心过来。小婷，小婷，我本来也不想做了，日夜颠倒了，我要过正常的生活，我要去找一个白天的工作，我要结婚。是他喝醉了酒，主动要我送他回家的，又说不出来他家住在哪里。我本来也不是存心的，而且那天如果不是你坚持要跟我分手的话，我当时真是心灰意冷，自暴自弃。我本来也没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，你都不要我了，那我就干脆做了算了。照你说，还是我不对了。当然是我的错了。请你看在这些年我规规矩矩份上，原谅我那一次。事情已经发生了，请你让我把儿子接回来好吗？你还要把他接回来？他总是我唯一的儿子，我想这么多年了，以为永远没有，可是现在有了。好，原来你是嫌我不会生儿子。我怎么会嫌你的？这个世界上既然有这么个儿子，你总该让他认祖归宗吧。不要碰我，碰我别的女人的事不要再碰我。Thank you.
啊，起身，我不要，我不去。杜总，来来来，请你干杯。杜总经理，杜总，哎呀，欢迎欢迎的。来来来，坐坐坐坐坐。哎，丁副总，哎，坐坐坐。那是一个很奇特的日子，那一天的经历，那种感觉，到现在还记忆犹新。当时我才刚进报社，不到半年，就遇上中美断交这样一件大事。Thank you.
那是很乱的一天，一整天我都在街上东奔西跑，随机采访。请问你为什么这么激动？我并不是因为美国背叛了我们而哭，我只是恨我们为什么这么在乎美国的背叛。要是我们自己够强，美国人算什么东西？这里刚刚那样热烈，那样激动，现在这么荒漠，这么冷清，人事无常啊。算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亲善和慰藉吧。你原来不打算告诉我？我只是还没有把自己准备好。他是做什么的？我没问，那不重要。你见过他了？还没有。出面的胡小姐只知道我是个记者。那你怎么肯定是你？说不定还有别人。是还有个姓杜的人，我见过几次面，但是我发现他那件事肯定是在12月16号以前，这就跟胡小姐所说的日期不吻合了。我很想知道你是怎么判断的。姓杜的说，他遇到那个女的当天有人在街上竞选立委，而事实上12月16号中美断交之后，一切的竞选活动就终止了。你爱他吗？只能说两个人现在同一件大事里，在相同的心情下，这并不表示能天长地久啊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我还是要去见一下叶小姐。我准备明天对胡小姐承认。然后呢？我只想在法律上认领这个孩子，平常偶尔去看一下，照顾一下。我会顾全我们的婚姻，我会让这件事对我们的婚姻影响减到最低程度。你一定要认领吗？我不能让自己在无意间做的事情在世界上留下一个私生子啊。我更不忍心让我儿子承受我当年所深受的痛苦。你的痛苦？你有什么痛苦？Thank you.
跟我说过，你父母是在你大学毕业以后过世的。我母亲的确是的。你家世那么好，我怎么敢告诉你真相呢？从懂事以来，我就背负这个压力。从中学到大学联考，我一直都是把教身份证拖到不能再拖了，最后自己送到教务处，生怕被同学们看到。这一直是我的隐痛。我敬你。多少？你今天亲自出马，是给我们一个天大的面子。我先干为敬啊！来来，哎，慢点喝。哎，丁副总，你搅什么局啊？是啊，不是不是，我们杜总的酒量啊，这样吧，我带他喝好了。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你要喝算你的，我看杜总的酒量深不可测，是是，未必是在你之下。但是我们杜总啊，戒酒已经戒了好多年了 ，XO 这么强，我是怕他喝。没关系没关系，我没问题，我喝。来来来，干杯干杯干杯啊！哎哎，谢了。没接到你的电话，我经常不在，怕你找不到我。我没找你啊。你跟他说过我没？说过了。他怎么讲？答应嫁给我了吗？那个吗？我不知道。哎，你跟他讲，我工作的环境很好，我们经理也很看重我，也许他很快就可以升我当领班了，我们的店也很有前途啊。我好想见他，你帮我安排明天好不好？那么急啊？后天好了。后天礼拜天晚上10点，你到我这儿来。啊，好极了！这是我一辈子的梦。哎呦，哎，今天真是谢谢你了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哎呀，下次再。杜总啊，你还能不能开车？过来把车放了，我送你回家。啊，我不会有问题的。嗯，
还没有哎。哎，他晚上是不是跟你在一块啊？是啊，我们跟厂商一起吃的饭。哦，那你刚回来啊？我回来蛮久了，我们散了有一个钟头了。已经散了一个钟头了？晚上他都没打电话回来吗？哦，不知道哎，我们电话坏了，刚刚才修好。哎呀，我就一直担心呢，他今天晚上酒喝太多了。他酒喝太多了？哎，是啊，有什么事打电话给我好了。好，好，谢谢你啊，再见。妈妈，欣欣，爸还没有回来啊。爸爸恐怕不会回来了。不可能的，爸知道我在等他，一定会回来的。从来没有那么晚回来过哎。也许是妈妈不好，不然爸爸也不会生气，跑去喝醉酒。爸妈，你有什么不好的？怎么在路边睡着了？爸爸，你车停在哪里睡着的？我停在胡小姐店门口。我不知道我怎么会开到那里去。哪一个胡小姐啊？我知道这是你的潜意识，在你喝醉酒以后想的不是我和欣欣，而是你那个儿子。妈，你不是说要爸爸带他回家来的吗？小孩子不要乱讲话，我什么时候说过这句话的？伤脑筋，你怎么忘了呢？昨天晚上我陪你等爸爸的时候，你明明跟我说只要爸爸平安回家，你愿意让爸爸带外面那个小孩回来，你还说他是我哥哥。真的？我妈妈爸爸，喂，林正总，我小段，什么事？邱小姐她爸爸有急事找你，请你马上回她电话。好。朱伯伯，我小段。段红啊，你的事我都知道了，你要认领这个小孩这不行啊，我们朱家可丢不起这个脸。朱伯伯，我是想……不用讲了。
你的身世富不详我都可以不计较，就算你做了这件事情过去了也就算了，男人嘛。可是你还要出面去认，我可绝对不能同意啊。朱伯伯，我们这个社会难道可以没道德勇气吗？很好，你有。在做我朱家女婿跟你所谓的道德勇气之间呢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你我帮你把它包装起来了。等一等，老板，这几个字你会不会念？法文我不会念，知道中文译名就好了嘛。我连中文译名都不知道。哦，我在一本介绍香水的书上看过，它叫《时代之风》。时代之风。哎，小猪呢？小猪今天请假。独断，主任在找你，说你最近心神恍惚哦。现在就来了，我也不知道，我感觉到我应该来了。可是叶小姐十点才到。哎，没有关系，我可以等。你还是回去吧，现在还不到七点钟，离十点钟还早。没关系，我可以等，我情愿在你这儿等。这样不太好吧，你还是晚点再来。快七点了，叶小姐跟孩子呢？怎么还有人？怎么叶小姐现在就来了？
怎么样，是叶小姐吗？她不来了。为什么？你不是说她答应我要跟我见面的吗？她说她没想到这件事在同一个晚上进了这么多，她很难过，为这个社会难过。她不来了，那我怎么办？叶小姐不露面也没关系，听着多人把孩子带来，我只要看看那个小孩。不行，我要见他本人。他说就是跟你见面，他也认不出，这样见面毫无意义。我认得出，只要看他一眼我就认得出。郭小姐，听你劝劝他吧，小孩子没办法，多可怜呐。哼，那可不一定，单亲家庭也没什么不好，加一个爸爸也许是多余。拜托你问问他，他用的香水是不是叫赖？他是不是我儿子？不知道他是不是我儿子？他是不是我儿子？是不是？他用的香水是不是叫来丢豆？是不是时代之风？时代之风？时代之风？受伤的记忆在现实里。